巴厘岛人他也遇到这些情节，他不知道是哪里发力，他其实他大概他能知道就是他的感觉是什么啊？对，就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人家的动作要求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是哪里发力。对对对，这就结合了。对，其实最专业的就是体操老师。对，对吧？这些其他全是体操的这个动作。体操，因为体操其实是属于你基本上。这些就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或者是就橄榄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一些动作，它都可能会是来自于体操或者来自于田径，对，这些都是通的，对，运动都是个人的，不是体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形式，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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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什么动作它都能包括，对，核心啊，什么控制能力啊、平衡啊，都会有，来继续。要不然你在这个过程，你在这儿，你不要靠近你了，你在这个地上，你在地上，来试一试，试，来走，快点，你在这儿保持两秒钟，立起来，两秒钟，好，等等，要直起来两秒，再明白吗？你自己能有明显的那种控制的感觉，来走。哦，当心一点啊！哦，有点闪。当心一点啊！这刚才是谁？手臂没事的。啊，没事了，那我手臂不行了。手臂没事，你手臂要一定要撑起来，手臂撑起来之后，在空中要控制住它。用肚子是不是？就控制住，用力了。来走。好，好，我帮帮你走。来。等一下，屈一点膝，屈膝，对，好，来走，往前挪你的手，对，快办了，因为我和妈妈在家里玩这个人。不，这是你一定是直起来，我只是让你保持平衡的啊，来，走，再来一次，来，走，对，好，屈膝，屈膝啊，别动啊，屈膝啊，好，来，一脚踩地，干嘛？谁让你走的？所以你要控制，来，再来。不要走。来，往前。先定在那。来，往前。哦，没控制，这里都没控制。瞬间大控制。我都没机会抓你，我都没到最高点。来，走。用力。对啊，没到最高点，一个脚就没过来，走。不要怕踢到我，没事的。好。哎，好，屈膝。好，别动啊，先别动。我放一个脚啊，对，放一个脚啊。好，别动，保持住。另外一个脚，你自己找找平衡。我慢慢放，你看哪里能控制住平衡。这个脚在这儿。怎么了？怎么？哎，你看他这个用力哈。Aquí la idea es bajar con diferentes pesos y conforme uno se va sintiendo cansado, pues va escogiendo el peso con el cual cree que puede sacar las 10 reps en 10 segundos. Son muchas cosas. Este método, bueno, tengo pensado explicarlo más adelante. Ahorita todavía no, porque no hay muchos suscriptores en el canal. Pero es un método que, bueno, lo he diseñado y que se puede aplicar para muchas formas de entrenamiento. Pero bueno, voy a dejar yo aquí. Tengo las técnicas primero y siempre trata de hacerlo. Ok, me despido. Bueno, vamos a ver, Carlos.